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aching. Home of the Coaching Masteries. 嗯嗯。 Welcome everyone. I'm Brian Lowell French, and on behalf of the IAC Sustainability. 晚安，大家好。 Welcome you to the session titled IAC Sustainability, Equipping Members for Sustainability Coaching. We do have translations in Spanish and Chinese. 今天我们有西班牙文跟中文的频道可以让大家选择，所以你如果需要的话，我们现在会给大家看一下要怎么做。现在我会分享一下怎么去开启这个不同频道的翻译。大家可以在最底下的这个底下的那个收听语言的频道去开启你想要选择的不同的频道来听你想要听的主要音讯。那今天我非常高兴，就是 IAC 的理事 Angelique， 还有我们的 IAC 的理事长 Martha， 我们整个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永续发展的这个教练领域。还有我们今天会有 Charlie 会跟我们分享联合国的这个永续发展的目标。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怎么样子去帮助各位教练去能够在这个领域做到更大的一个帮助。同时也帮助我们所有 的成员都能够去更能够了解说跟永续发展这些目标有关的。同时还有 ESG，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 ESG， 就是我们的环境、社会跟治理这三个方面。那同时我们也会讲到联合国的 SDG， 就是永续发展的目标，这十七个联合国的永续发展 的目标。所以我们也会同时跟我们的教练的联合的这个要发展的这个 SDG 的东西一起同时来讨论。所以我们要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要先问大家，我们到底是怎么定义这个？大家怎么会定义这个永续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怎么去定义什么是永续这件事情？你可以在那个聊天窗，在我们的聊天的视窗里面打下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可以先分享我们的定义。我们觉得永续就是设下一个目标，能够让所有的同时生存在这个地球的环境上的所有的生物都能够一起共同的发展，然后能够在这样的生态圈里面能够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发展，然后大家是可以一起共荣的情况底下在做发展。这是一个持续的努力，能够让所有的事情能够持续的进步，然后达到我们的目标。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在办公室里面的两个植物哦。你可以看到其中一个植物并没有长得很好，因为我没有好好的照顾它。那我把它继续留在我的办公室，是为了要让我自己提醒我自己说我需要保持正念，时刻的去时刻记得说我需要好好的照顾所有在我身边的生物。
所以我的另外一个职务就因此而长得比较好。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 的想法，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永续发展，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这样子的能力，能够让在我们身边的所有的生物或是所有的存在都能够一起好好的发展，能够繁荣共存。So we would like to learn a bit about your experience within the sustainability coaching world. 所以我们想看看，我们现在想要先了解一下大家目前的对于永续教练 的想法。所以我第一个是我们想问一下你在永续发展教练的经验，第一个是你是否教练过或在生活上会直接影响到永续发展领域的相关 人士，那我会把它也放在我们的视窗里面。所以第一题是你是这个 A 是 ABCD 都在这上面，所以你们可以看视窗里面的中文，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参考，然后也可以去做选择。 那第二个调问卷调查，在你的教练对谈中是否会融入永续发展的主题？那 A 是说每次都会融入， B 是有时候那话题出现的时候就会把它带进来， C 就是你很少做这件事情，只有客户提出的时候才会融入。那 D 就是不会，目前都还没讨论过这个相关的主题。那中文听到中文 的伙伴们，你们也可以直接在那个英文的选项，在英文的那个选项上去做回答，因为它这样子的这个答案才会是整体的，所有人都可以看得见的。那如果你只放在视窗的话，那他就不会去做整体的统计，所以请直接在那个英文的那个投票上面去做投票，那大家可以直接对照中文。On the work in this space. 那我们想要做这个调查是因为我们想要知道大家现在的状况，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服务大家，让大家知道，我们知道大家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的话，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跟大家讨论我们讲的这个环境、社会跟治理，还有我们讲的联合国的这十七个永续发展的目标。好，我们看到很多人已经回答了，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这个答案，所以我们只看到只有一个人，就是把所有的每一次教练对话都会融入这些主题。那我们有大概五个人，就是很少把它提出来，那有些人是好像从来没有讨论过。那我们的答案有时候就蛮少的一些人才提到说其实有一些有时候会做这些事情。那第三题的回答是我们有两个人觉得说自己完全有能力做这件事情，那七个人觉得说好像还算可以，那剩下的人觉得说完全还不觉得自己有能力。那这样子我们比较清楚的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
那我们想要先讨论一下为什么要去注重这个永续发展的领域。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专注在这个主题上面，那到底，而且我们还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小组，那这个永续发展的小组，我想要邀请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选择要做这件事情。啊 Angelique， 请你先分享一下。那谢谢 Brian， 让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调查，让我们可以更清楚说我们要从哪里开始。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永续发展其实是一个哲学，因为它其实是在 深根在人性的发展上面。When you look at sustainability and the pure definition in terms of what the philosophy holds, these are environments you're setting up for fulfilling human potential. So let me zoom in. 这就是我们当我们仔细的去看这些目标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这其实是为什么会说是一个哲学体系，因为它是跟人类的潜能有关的。因为它其实在帮助我们，它其实在帮助我们去扩展我们的视野，我们看事情的方式。所以其实这个最近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讯息让大家知道，这其实是对所有的组织来而言是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往前进的重要的方的发展。那这那我们想要传达的讯息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很快的去进行这个，其实我们可能就会很快的这个组织就会消亡，我们会跟不上。所以其实这件事情，这个永续发展这件事情，其实它就是会影响到我们接下来所做的所有事情，还有我们怎么样去巩固这件事情。Litigations that have had pronounced effect on decisions that large corporates have made. It could be an indicator, which means thereby that investors are now looking at. 特别是当我们在看到这个投资人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我们会看到，其实投资人会非常注意这个刚刚讲到的环境、社会跟公司治理的这三个面向，它其实是会影响到他们投资的决定。其实我们也在法律上面，我们实际上也是都会受到这样子的要求跟约束，所以其实我们其实会非常的注重每一个我们所做的商业的决定，然后也会帮助。事实上我们如果不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是不可能的。这件事情，当我们在看这个世界500强的这些企业组织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我们在讲说这个永续发展其实它就是在驱动所有的，不管是创新还有科技还有各方面的东各方面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当我们在教练的这个领域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涉入这样子的永续发展的整个趋势。
ability to navigate polarities in terms of the systemic and 包括说我们会现在会当我们在讲二元即兴的时候，还有包括我们的线性发展、线性思维，还有这些所有的目前的潮流跟思绪上面，我们其实都非常的注重说教练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些东西也都带进我们现在实际上的实践上面。那其实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信念系统。就其实我们很多的人可能都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可能是在领导力，可能是在事业上，事业就是企业教练。但是其实都会现在都会有一些新的视角去看我们这些原先的领域。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为什么会特别想要提到永续发展对于教练这个领域的影响。那我先把说话权放回到 Brian 身上。那我想要邀请 Martha 来讲讲为什么我们会开始专注在这个领域上面。那谢谢 Angela 提到这些事情。你讲的我特别感受的就是讲到组织跟蜕变，因为对我来说组织就是一群人集结在一起，为了一个理由而集聚在一起，不管他们聚集的原因是什么，也许是他们的热情或者是生存，只要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组织。那对我来讲其实更重要的事情其实是蜕变。那对我来说这个永续性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自己是一个祖母，因为我会想着我的孙辈、孙子辈、我的孙子孙女们，我想要帮助他们，尽我的所能，能够帮助他们去能够维持一个好的世界，这就是我的热情所在。我想要去目睹这样子的蜕变。那另外一件事情，对我来说，蜕变不一定是改变。蜕变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自我接纳的。所以对我来说教练其实是要去开展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能够让大家能够自己有力量去接纳自己，然后才能够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然后去达成他们的热情所在。那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 Brian， 那我现在要邀请下一位来跟我们分享，来讲一讲就是我们这个自己的委员会永续发展。 Charlie 会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子，我们是怎么形成这样子的团队的。What we are now doing is very critical for just building on what Angeli said. 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是非常关键的。I think we feel all of us that Angeli 刚刚也特别提到的事情，就是我想我们其实我们在讲永续发展的时候，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的生存非常重要的，不是只是对我们的工作跟专业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感觉到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很强烈的需求，不只是在教练这个领域，而是在这个全球的这个趋势里头。不管你到哪里去，哪个领域，你其实都会发现永续性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图，一个方法。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去逃避这件事情，面对这件事情，它其实是跟着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的。所以我们 IAC 的这个永续发展的小组，是我们其实是为了要把永续发展这个主题带到 IAC 这整个组织里面，让大家能够去注意到这件事情。那我们也觉得这件事情对于会员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调查的结果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会员还没有准备好要去迎接到永续发展的这个主题。所以不是只是说你已经准备好去服务客户，而是说我们是不是有准备好说去开始迎接永续发展这整个趋势的带来的蜕变。那我自己的感觉 Brian， 我现在自己的感觉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赶快注重永续发展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世界可以去让我们继续发展。那当然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着重点，那本来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过我们现在有一个，我想分享一下，我们有一个新的网页在我们的 IAC的网站上面，这是非常新的，昨天才放上去的。所以你如果到 IAC 的网站上，进到关于我们，你会发现有一个新的页面。那你会发现说有一个关于永续发展的页面。那你会看到说，其实上面在提到说，哎，我们为什么现在要讲这件事情？然后同时你会看到说，我们对于这个永续发展的介绍，还有永续发展跟 IAC 的关系，还有他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去融入这件事情，把它放到我们的原本的教练精粹里面。那同时你也会看到2030年的这个永续发展的这个期待的议程，就是联合国希望能够在2030年达到什么样子的目标。那我们也会看到这个 JGSG， 就是我们这个加入全球的这个宣言的这个团体。那你如果到直接按下去那个连接的话，你会看到非常多的连接，还有非常多的资源，你可以去在从这里这些资源里面去帮助自己更加了解我们在讨论的这个主题。那我们也同时放了一个 webinar 的这个网络研讨会，上面里面有一些我们曾经讨论过相关的主题。那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会把这些资料都放在你的会员专区里面，然后能够让每一个人都更清楚的说自己要怎么样去在学习这个跟永续发展相关的资讯。那我们现在也，我们其实在之前已经做了很多跟气候相关的主题，那其实就是 SDG 的第17个主题。但是我们其实现在 不只是专注在这个目标上，我们其实是要讲这17个目标。那现在如果可以让我分享一下我的简报的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的这个简报吗？ Thanks for our team for building this infographic. And my picture has brought me some fame with my friends when I shared
when I shared it on Facebook and elsewhere. So,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I tried to push this into August a few days back. We had this, that we had our overshoot day, you know, in August the 2nd. Meaning that there is a kind of...2023年，我们其实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时间，这些时间过去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在消耗我们地球上的资源。所以我们其实是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严肃的在看待的。在1972年的时候，你可能有听过这个这件事情。他们其实是有讲非常清楚的去讲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子去限制这些我们的发展。限制我们这些，当我们很认真的一直在想要成长，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快速成长的心态的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消耗我们的地球的资源。You know, to respond to the report, because the report here, we don't have time to talk about the report, but the report was very catastrophic. And so, but for me, as I read part of the report, I saw. 当我在看这整个气候的报告的时候，我发现说。这个是气候报告里面的其中可以看到的一个这样子，我们的资源的怎么样子消耗这个地球资源的图表，我们可以看得到说，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这个曲线是怎么样子去成长，然后看得到。它呈现的那个消耗的趋势，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简报上面看到的是，那根据刚刚这个气候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预测，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你会看到这个 Brundtland Commission 这个，所以这是我们最早的时候看到，最早的时候在讲到跟我们现在永续发展相关的文件。所以我们要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而不要去让未来的世代必须要。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as actually a subset of United Nations, and then we started talking about our common future. And this also.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去讨论说我们共同的未来怎么样去改变我们这种思想。那个，所以早期的组织跟工业。看企业，其实我们都只是在消耗地球的资源，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开始去看，
去想象我们的未来。其实我们未来是取决于我们今天到底是怎么样采取行动的。所以接下来，所以接下来 的报告大概是1992年 才被释出的。所以1992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在讲的这个议程21项，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讲到这个千禧年的发展。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对话，它其实是一直在流动的，一直在持续的进展的。但是我们其实并没有很充分的去讲到所有人类所面对的问题。但是那当然我们在讲到永续性发展的时候，其实一定都会讲到关于环境整体。那最后我们就开始讲到这个，2015年的时候，我们会才开始讲到这些17个目标，然后能够包含所有我们那个时候识别出来的所有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有这些17个目标，但是还有更多的指标，200多个指标。那我们，所以我们要看到到底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它是有做不同的分类的。那其实我们是把它分成3大类。所以第一个是我们从生态环境到社会到经济，所以我们其实是把它分讲到这三大领域，其实是把所有的层面都包含进来了，所以没有任何的一个人或是一个事物是没有被包括在内的。所以其实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就是环境其实当然就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视角，因为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可以外于环境而存在。所以其实我们只是要来提醒说，假设我们要达成这个目标的话，我们必须要做自己的这个部分，不管是政府单位，还有私人单位，还有我们这个所有的我们这公民社会，还有我们每一个人，像我们这样子的人。所以所有我们该做的事情都是要跟永续性发展有关，不是说我们就不要想利润这件事情，只是我们要，它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两件事情都同时放进来思考。那到底我们需要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是需要这个系统性的知识，所以我们有像我们的 IAC 的精髓，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说到底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子，那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永续性发展？那到底实际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不管你做什么样子的事情，那你自己是在什么样子的？你可以看到自己的状态是什么？不管是环境、经济或是社会，其实它都是完全相关的。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我们什么事情是需要发生的，什么不应该发生。所有的很多的政策，所以其实我们都需要去做改变，但是要去改变这些东西，我们必须要先知道到底什么该变，什么不该变。这就是我会看到文化这件事情是在这个蜕变上面非常关键的一个元素，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我们要从现在我们所知的状况到达我们想要去的状况，我们必须要先知道。那其实这就是 IAC 在这里是可以做的最大的，可以扮演最好的角色，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帮助人们蜕变，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帮助人们去实现这样子的蜕变，我们同时也知道说怎么样帮助组织去想蜕变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会帮助大家去能够去不要去有这样子的抗拒，我们能够去克服跟超越各种可能产生的抗拒。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要蜕变发生其实是需要支持的，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这整体其实我们知道说要怎么样子能够去形成伙伴关系。所以我们在想的是到底是需要什么样子的东西，特别是到关于我们需要什么样子的资讯，因为当我们要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我们需要什么样子的资讯才能够去创造这样子的改变。谢谢 Charlie， 我很喜欢可以看到这样的图表，可以看到我们其实都是互相关联的。当我们一开始只是在讲气候这件事情，但是当我们开始讨论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清楚说其实所有的这些永续发展的目标其实完完全全都是相关的，不是只有气候，不是只有生态系统，还有社会跟经济每一个层次，其实我们都是相关联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个人在做的事情其实也都跟整个整体是有关的。所以我现在想要邀请 Angeline 来稍微讲一下我们的过去的这些跟JGS 及全球联合森林联盟有关，我们怎么样跟他们做合作。那我从谢谢 Charlie 讲的这个，那我现在要开始从历史的角度来切入。我想要讲一下 IAC 在这个旅程上面我们扮演的角色。那像其实是我们是第一个跟全球联合生命联盟一开始去做合作的伙伴。那我想要分享一下我们在对 IAC 的，我们在这个整个大的画面里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我们到底是想要在这个领域里头做些什么事情呢？That's our identity. That's what we do well. That's our area of expertise. And we do that through the frameworks, the coaching masteries, the values, core values, and our code of ethics. So, you know,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in what capacity are we having this conversation. 所以我们先清楚地知道说我们的能力是在哪里。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去实现这个这样子的任务。So who are we serving here? Then we are serving the profession of coaching and our members. 我们在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的真正的身份认同就是我们是，我们不是在去实践这些永续性的目标。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可能性是什么。我们想一想，就是来感觉一下 IAC 的这些价值是什么。其实我们是怎么样子去，我们在看到这张投影片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当我们在讲，我们不是想要在这里说这些是这些工具，我们要来做的。其实我们想要说的是我们要身为教练，其实我们的所谓的 IAC 的精粹，还有我们的工具，还有我们怎么样能够去让这些教练对话可以发生。所以其实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说，我们要提供给我们的会员这些资讯，还有更多的事情。It's a time to experiment, figure out what works, co-create, because there isn't much as resources.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想要做邀请大家去共创这件事情，为了我们自己，还有为了未来的教练们。当所以其实 IAC 在做的是，我们去提供这样的场域，能够去对产生对话和学习的场域。所以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刚刚说的旅程。其实我们讲到的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个声明的时候，讲到这个17个联合国的这个永续发展目标。上跟我有这样子的对话，我们有跟教练有这样子讨论了这样子，跟 Josie 跟另外一个创办人，我们讨论到这样子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呢？这样子的合作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气候的行动到底是我们要，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提供这样子，提供给 IAC 的会员什么样子 的目标呢？所以其实有这个全球联合声明联盟，它到底是我们这些联盟，其实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要怎么样子去面对这些挑战。所以有是一个全球性的这个教练的组织，
一起去进行这个对谈。那上那个时候也，我记得你也有加入这个对谈。我们那时候想到的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资源能够集结起来，提供给全球的会员，而不是只是专注在某个区域。所以我们的意图，你可以去能够在这样子的全球性的组织里头，可以去跟大家互动，提供这些资讯，互相这些资源。这就是这个 IAC 想要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不是只是一个发认证的机构，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像这样子的发展，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那我现在还给 Brian。我们可以感觉到说，其实是非常的对这个目标非常的热情。所以我们，你可以听到大家在分享的故事是任何的教练的，我们其实就是，其实这个我们其实整个不管是谁，我们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喝着同样的水，所以这就是它会自然而然变成我们的教练对话的一部分。所以它其实，那现在我想要邀请 Martha 跟我们聊一聊 IAC 的精粹能够怎么样子成为一个产生对话的框架，还有怎么样去帮助我们对永续发展的领域里面更进一步的帮助我们。那我觉得其实热情这件事情是我们所有刚刚所说的话的一个共同的关键，所以这其实是我们做身为教练所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有这样子的热情。那让我也来分享一下。Oh, there it is. There it is. I want us to take a minute, just take a minute. And Martha, we're actually not seeing the slides yet. Oh. 我们现在还看不到那个投影片。Okay. Take a minute to forgive yourself for not being able to do it all. Well, while I'm doing this, take a minute to take a few breaths and 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给自己一个深呼吸，然后去感受一下刚刚所有的人所说的话。Yes, and as we're waiting for Martha to share the slides, I have been posting some links into the chat box in our. 那我们在等 Martha 的 Martha 在等待分享她投影片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在视窗里面也分享了一些连结，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的这些资讯都可以。Professional coaching and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s within the world to form commitment that global commitment and 可以看到说大整个全球性的承诺，我们正在。所有的不同的
不同的角落都在同样的进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一个我们在开始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想到其实有很多人其实都还在挨饿，所以其实没有人在想，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在想2030年的这些目标，他们其实不可能去想到这些事情，那都是未来的事情。但是 Charlie 忽然提到说，不是的，不是在想未来的事情，我们在想的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必须要先想，现在我们要怎么样去养活我们这些我们以为是在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其实在现在就在发生，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现在来讲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想要再邀请 Martha 直接来讨论一下。 Martha， 那我们现在好好的来想一下，我们往内看，说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其实我们身为一个人，我们没办法做所有的事情，我们的这个七个目标，那我自己知道说，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就是零饥饿这件事情，还有我们讲的这个干净的水源跟卫生，还有第14个就是水，保育海洋跟海洋资源，还有第15陆域生态。还有，因此，因为我关切的东西是这些，所以是对我来讲重要的是第13个，气候的行动。但我其实也知道说，他们并不是各自分离的目标，所以对我来讲是回到最基础的教练的这个基础。当我们回到基础的时候，我们会回到最简单还有最重要的事情，在回到这些基本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抵达我们开始的地方，从我们的初衷开始出发。那其实是一个诗人写的这句话。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过度使用同理心而觉得好像已经自己精疲力竭了，没有办法再继续感觉到这样子的同理心。那其实实际上我的祖母，我的曾曾曾祖母，他们其实都已经在讲永续性这件事情。那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是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去把这样子的知识传授下去。当我们在讲这些同理心的时候，可能当我们过度使用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好像我再也 不在乎这些事情了。所以我们讲2030年只是6年就会到了，其实并没有这么远，离我们这么远，可是我们却已经这么靠近，我们耗竭了所有的同理心。我还是很在乎孩子，我很在乎婴儿们。对我来讲，我之前就有提过，到底我能够为这些未来的人类的孩子们能够做些什么，为了这些母亲，还有 这些父亲母亲和这些还在挨饿的家庭们，他们这么努力的在做些什么。还有到底我们对于这些植物还有这些天空
水源，还有这些一切的事情，到底我们能做什么？ Angelique 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子让教练能够达到最高的标准，教练的最好的最高的标准，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不需要再讲这些，我不需要再讲这件事情。但是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触及这些渴望能够做出更多贡献的教练？所以我们要能够触及这些想要学习这些教练精粹，能够帮助自己。那我们在讲精粹这件事情，如果你还对它不熟的话，你可以到网站上去看一看。我们讲到的这些建立信任，还有能够全然的临在，还有能够全然的倾听这些所有的这些特质，还有去能够去在过程当中展现你对他的承诺。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去设立这样子的意图，我们去邀请这样子的可能性，去一起去创造这样子的永续的系统，还有我们的价值观，其实是跟我们的所有的价值观是跟我们所讲的这一切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信任，我们包容一切的，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比任何其他的更重要。我看到的是像它是像是一个圈一样，这就是我们每一天拥抱的所有的价值，它显现在我们每一天所做的行动上面，还有我们的每一个呼吸上。我其实把这些价值观跟我们的核心精粹是放在一起的，它完完全全就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是坐着，但是我们把眼睛睁开的，跟我们的客户在一起。我们去探索什么是可能的，对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到底什么是可能的。我们讲的所有的组织还有政府，其实都只是人的集结。我们在对这些人讲话的时候，其实都是没有任何的分别的。当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想到，我们其实是在现在能够去达成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事情，而且不会牺牲未来的人所需要的一切。这其实是非常基础的。我也想要提议，不是只是平衡，我们所寻求的其实是和谐。我们寻找的是这个所有的一切经济社会，还有这一些是我们都是处在和谐之中的。因为当我们在讲平衡的时候，很像是在做跷跷板，有些人得到的比较多，另外一个人就会得到的比较少。但是和谐是不一样的，和谐是
每一方都得到一样的感觉，一样的东西，而不是会有这样子的不平。那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平衡。所以我从来不怀疑，我从来不怀疑这件事。其实只要有一小群人能够非常的承诺奉献，我们就能够去改变这个世界。我想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的想一想，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元素，对你来讲是什么呢？对我来讲是水。所以 我邀请大家可以像水一样找到你流动的方式，找到你流动的方向。那就是我想要对大家分享的，就像水一样，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自己流动的方式，我们也可以找到自己的道路，自然的找到自己的道路。那其实 我很想要邀请大家想一想，每一个人想到的对自己个人而言，所以能够对这个永续发展做出什么样子的贡献。其实我们不是要讲说你要在这个领域要怎么样的成功，而是说其实你想要用找到自己的什么样的方式，用我们可能提供给大家的工具，还有我们刚刚在分享的这个很多的资源，还有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CCA 最近才出版了一本书，那其实里面就有很多CCA 的这个刚刚我们分享的连结，你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源跟工具，还有我们刚刚分享联合国的，你也可以看到2030年的这些时期，就是很多跟永续发展相关的目标。那其实我们也知道疫情其实造成了很多的障碍，就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继续进行像这样子的对话。那我自己对于永续发展，就是我觉得就是要能够持续的得到资讯，然后能够积极的参与。其实我也是对我的客户是这样子做的，当我的资讯能够更完整的时候，我就能够更好的参与。那我对我的客户去分享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更清楚的知道他们自己可以做些什么。We wanted to wrap up this meeting with a better understanding. 那我们想要，刚刚我们也提到说有一个问题，希望跟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大家还需要什么样子的资源，能够让你每一个人可以回答一下，想一想这个问题，你想要怎么样子？怎么样子去更积极的参与这个永续发展的这个领域？你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呢？Most of the time when we talk of sustainability, we see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we see United Nations, we see those kind of... 我们很多时候在讲 这样子的，在联合国啊，在各种组织去发展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其实的确是需要更觉察到，我们必须要能够继续觉察，能够觉知，然后能够更进一步的参与。还有刚刚我讲到的就是系统知识，还有我们到底是对我们的目标是谁，目标群众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能够觉察这件事情是指我们要知道所有的工具还有这些资讯跟材料，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不是 SDG 的专家，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其实是活在这样子的环境，我们必须要能够成为这整个永续性的这个动能正在发展的这个趋势的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联合国其实已经去设计了这些材料，有一个叫做好像美好生活的目标，就像 Martha 刚刚说的一样，an action to for learning. For example, if I take and I will finish with this. If I take goal one, I'm not. 如果我讲说那结例，比如说我如果讲我想要想目标一的话，那我可能可以好好的先学学这个贫困在我的这个家族或者是我的国家里头，到底这些造成贫困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再看说我要怎么样子去这些我能够做些什么去减低这样子的贫困，怎么去消除这些造成贫困的因素。所以其实这就是对每一个目标都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够使用这样子的，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这些很复杂的资料搞得很头昏，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一些什么。那我想要请 Martha 做一些就是做个结尾跟分享一下这些。那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去做，就是我的思绪是不是能够有结束的一天呢？我只是想要讲一下，我的灵魂跟我的心都是完全的连结的，跟我刚刚讲的这些目标是完全连结的。所以我想要再讲一次，我想要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安住在自己的心中，然后去感受一下到底对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没办法做每一件事，所以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客户去自我接纳，然后自我照顾，可能对自己抱一抱自己，或者甚至是给自己一个吻，然后去想一想，安住在自己的心中，去想一想对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身为教练，我们不是要别人去想跟我们一样的事情，而是他们能够去寻找到他们自己的自在之道，他们怎么样子去找寻到最好的方式。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是在强迫强加我们的想法，我们只是在邀请。那我也想要邀请大家想象我们现在在一个空白的画布前面，我在邀请大家一起去共同创造。我们并没有一个守则说大家一定要去怎么样的创造，我只是想要邀请每一个 IAC 的会员，你可以
也伸手跟我们联络，也可以伸出你的手来跟我们一起讨论说你想要做些什么，跟我们一起共创。你可能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志工，自愿提供你想的想法，然后让我们来讨论说你想要怎么样跟我们一起共创。那其实我们的这个充满智慧的我们所有的人，这样子的人脉网路，我们能够一起去创造些什么。那有任何的想法的话也可以继续让我们这个对话持续。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人在视窗里面继续的说话，那之后我们会把这个整体的想法都通通，我们今天的整个影片我们也都会把它公布在我们的网站上，让我们这些邀请能够触及更多的人，也让我们的对话能够持续。那身为一个教练，我其实很在乎我的受教者和我的客户，他们怎么样在他们自己的场域里面能够去创造。如果我们真的非常关心自己，关注自己，然后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一个世界。那我们的传统就是大家要在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团体的合照。那我现在邀请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做一个团体的大合照。Abrimos, open the camera. 那请大家可以把视讯打开来，跟我们一起拍照。De todos a la una, a las dos y a las tres. Okay, wait a minute, please, Brian. Wait a minute. Okay, no. Okay, please.Good. Thank you. Wonderful. Thank you so much, Betty. Betsy, thank you so much, Anjali, Martha, and Charlie for being with me here today to share your thoughts. And thank you to each of you for...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分享每一个人的想法。那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参与。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继续跟我们分享。谢谢。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aching. Home of the Coaching Masteries. Hello, everyone.Oh, thank you all for the team and the support you provided. It was amazing as always. You did an amazing, wonderful job. Thank you all. Absolutely. Thank you all. Thank you.